乌云不会淹没希望，泪水也不会模糊方向，让坚毅的心出发，带去爱和温暖。万家灯火照亮前路，风雨同舟，逆流而上，无惧遍地荆棘，投身惊涛骇浪，只为人民至上，山河无恙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，首部抗疫题材电视系列剧《最美逆行者》。